建议工程身退哦，又是一个优质先发。是。林立打第一球，这一棒打到左半边，哇！哇！真的，林立的一个威力。李正昌的第一球就挨轰，林立本赛季的第六轰。哇，真的打出去应该大概知道了哦。李正昌归队之后的第一颗球，那这个球只有143公里，而且是个高角度的直球，直接被林立给咬中。这个打得非常的扎实哦。线上购物独特一点，找好东西就上 CT Social。